Hello，大家好，我是尤长靖，在这里祝 OWAT 4周年生日快乐！每天打开 OWAT 和欧妹一起支持我的作品，关注我的活动吧。秃鹰，就故意长到平时没有说过的，有再厉害的，其实也没有想那么多，就是会觉得是一个还蛮不错的挑战，然后就过来了。一开始会觉得做饭很重要，可是到了这个节目以后呢，会觉得其实不止做饭重要，就是因为开餐厅还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它前前后后啊，还有上上下下，其实很多东西是要去学习的。与其说厨艺最好的，倒不如说我觉得进步最大的。我觉得猛龙跟那个子怡进步蛮大的，因为他们算是从零开始接触做饭这件事情，就是时间跟速度上吧。因为我平时自己做饭的时候也不会去控制那个时间大概多少，可是开餐厅的时候会有一个压力，就是客人在等我们做饭，我觉得这个会比较会紧张。我们餐厅里面最有创意的是 Justin， 就是他每次做的那个菜的名字都会不一样。最擅长的就是试菜员，我就可以告诉大家，哎，这道菜到底好了没有？最不擅长的吗？我讨厌打扫，因为看完餐厅过后。我真的觉得开餐厅的人都很伟大，是在营业的时候已经很累了，可是然后在结束的过后还要去整理，然后要备昨天明天要准备东西，我觉得有在厉害的。那如果要是现在你有一个就是自己可以跟16方的店，因为以前都做正餐为主，以后如果真的开的话，我会尝试着去做甜品。Lady Gaga 的新歌 I'll Never Love Again 已经循环听了100多次了，很好听，可以吗？就 我说出来你帮我邀啊。因为我其实说实话进了这个行业以后，会发现其实每个创作者每个歌手他们都有自己擅长的点，然后呢我也不排斥去接受新的东西，所以我觉得我在这方面还蛮想多多尝试的。也没有到比较喜欢什么样的音乐风格，我只能说这是我以前比较多接触的歌曲，应该是比较属于抒情的情歌这样子。然后呢今后我也觉得很多方面的音乐类型我都可以多多尝试，在这多元化的这种风格当中呢，去找到一个属于有长进的一个风格。我最近讲到财经了，还蛮说长不长说短不短，我觉得是一个不错的一个人生路，就是现在回首看的时候，其实很多经验是大家可能也没有尝试过的。25岁以前一定要出道，这段时间很感谢你们对我的关注然后还有支持，然后可是说实话我真的还蛮心疼你们每天大半夜然后在那么冷的天然后一直等着我，其实一个女孩子嘛，就是希望就是还是好在家待着，然后又或者就是把这些事情我们一起就是同时的去努力在不同的那个道路上，然后我们一起越来越好，真的很感谢你们。 Action 那个动物的声音，为什么会有声音？小声声。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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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挺吵的。说我这样看挑战失败，就是我看这个视频蛮开心的，是因为想到就是当下那时候笑的那些原因，就是真的就是就还蛮想，就是很开心。有你，为什么我想不到？我的生活只有你。这个酱味道很香，拌这饭特别好吃，这是可以的吗？想拌，长进，我们大家一起有长进，长进吗？有你相伴，长进不断，这是每次他们帮我喊的那个口号。啊，这不属于我，因为我是一个大酷盖，天马行空的职场，或许你还不习惯，我在等天上来。哎，你们这质量太好了。天马行空为什么会觉得自己像呢？是因为其实我是一个特别喜欢乱幻想一切事情的人，就很喜欢幻想有的没的。小王子，我的概念里面就是王子是特别完美的一个人，我当然很想做小王子，我还在朝着这个目标去，所以我暂时先把它放一边。中华小曲库，哎，这一点我认哦，因为我听过隔壁们吃过的太多，不会放话放太多，放太多，不好意思。自拍达人，这个就完全不属于我，因为你们知道的，其实我歪自拍，歪自拍，歪自拍，不善言辞是，我觉得不会说话啊，就是话比较少人，话比较少人，这是我，而且像我们这种属于比较腼腆类的人啊，就是一般看在陌生的环境下是比较不会说话的。宠粉狂魔，我很难去说到底自己宠不宠粉的，因为我跟他们的互动就是很爱彼此，那就算吧。独立自主，就是个独立的时尚 icon。再见。宠物控，我很喜欢宠物。表情包，像我这种精致脸的人，一般是不会太有表情的。开玩笑。开口跪，我觉得这个不能自己说自己是不是开口跪，因为我就喜欢唱歌。然后呢，至于跪不跪，你们自己来决定啊。嘴炮小能手。我觉得还好，我其实不太会跟别人斗嘴。气氛担当，就是我喜欢气氛好这件事情。唱跳全能，会唱会跳，可是要很专业的话，我觉得还有一定的时间哦。料理达人，经过这一次呢，以后呢，我其实发现了其实很多料理达人，这我就先。表情富翁是很会很多表情的人吗？哎，好吧，我觉得这个就算了。我是两个吃货跟段子手，毕竟我是一个专业试吃员。三二一。